是你要不要选边站，这是重点。这一点你没搞清楚，你就不用混了。从现在开始，从2020年之后，你就不用混了。所以原先的那个富翁啊，也不要太高兴了，觉得我有钱有什么不可以？有什么好怕的？我告诉你，重新洗牌了，重新洗牌了，没有德，有钱也没用，就跟你不是这个载体一样，下载的载啊，载体一样，你不是载体，你那些东西根本凑不了效，没有办法跟天地相互辉映的东西，全部如粪土，没用的。那你就等着看吧。重新洗牌代表什么？每个人都有机会啊，是不是？你以前认为那亿万富翁的，你很羡慕他的，这会儿你可有机会了。顺天而行，对不对？一切天养万物，有天乃大，不就结了吗？那有天，那你就不能你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还继续存在啊！这就是我们每个礼拜的共修课讲的。选边站的同时，该丢就要丢了，你不能还要在那边说这个我也要，那个我也要，那你就下去了，没得选了。所以这个时候脑袋要清楚了，是不是？哦，你也不要认为我就是靠这个啊，人家觉得我很厉害，所以这几十年我才能够混在社会，叱咤风云，还觉得自己有所特点。你错了，这时候不赶快醒悟，下一秒就来不及了。